我那时候还 KS 老铁们，刀哥不是吹牛逼，我那时候火的时候，房间人气7000-8000人，10000多人，老铁们，我跟你说哈，那时候都没有电商的，我跟你说这3年我得耽误7-8000万，就是人的命吧。封杀这个3年吧，你刀哥呢也掉过眼泪，他不是没掉过。说心里话，哪天不挣个4000-5000，这是实话。刀哥那时候玩的时候，说心里话，还没有电商呢。不给我封杀，你刀哥现在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是吹牛逼，是路虎，他妈的，他路虎他都得买个几台，我跟你说，都能买得起。正好电商刚发展的时候，嘎呀给我拿下了，那没有办法，人的命天注定吧，胡吃乱想没有用，这就是命，知道吗？命人不和不能和命争。当时我封完脸了，我的媳妇也跑了，跟谁跑的我不知道。现实啊，这女人呢，像那个戴兰子说似的。刀哥呀，你那时候搁哪火多火呀？你那视频呢？有啥用啊？对不对？这就是现实。跟谁跑的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到现在我还没查着是跟谁跑的。老铁们，我玩网络玩8年，都说媳妇跟榜一跑了，其实不是，老铁们。那时候你刀哥玩上班的时候，媳妇儿挺好，挺本分，每天搁家做饭洗衣服。而我玩网络，感谢啊，20元刀匠刀哥，我玩网络，我把自己媳妇儿玩没了，这是心里话，老铁们，咋玩没的呢？今天就唠点实话，你嫂子出去了，啊。那时候我上班，我一个月挣3000来块钱，我是在一个锅炉厂上班的，真事儿。那时候感觉心里挺充实的，结果呢，玩上网络，玩上 KS 了，也挣俩钱儿，结果这还是他妈一天搁外头大吃二喝的。老铁们，我今天我唠都实话，不是开玩笑啊。结果他好上了赌博，真是老铁们，给我输了得有100多个，拉了一屁眼子积分。老铁们，我姓关，我就叫关瑞生啊，你记住兄弟们，我离婚的时候就700块钱，其实谁都挺难的。网络成全了挺多人，也害了不少人。我要是那时候上点班啥的，其实也挺好。玩着老大的，可不咋的。哎呦，离婚的时候就挣700块钱，就剩700块钱了。感谢啊，赤原刀啊，刀匠，坠儿离了。离了我老铁们哈，其实吧，谁都不希望离婚，那钱输了就输了。完事劝呐，我劝了一个月，给我俩捏逼拿褶呀。我说得放吧，离了得了。离婚呐，大人倒没啥事儿，知道吗？就是个苦了孩子，老铁们，真事儿。就是说，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女儿。